参加我的婚礼。好的，我准备一下。嗯，去参加婚礼呀、啊！我也要去。哇！好吧，跟我来。我们去做吃的。一斤面粉放五克酵母粉，三克泡打粉，打入两颗公鸡蛋，四十克白糖，两百五十克白开水化开，边倒边搅拌，搅拌成这种形状，少沾油，揉成团，连续揉十分钟，揉光，盖上，醒泡半个小时。面已醒泡后，沾满抹油，揉面排气。分段，揉气气，揉光滑。烤盘刷油摆入，均匀的抹上鸡蛋液，撒上芝麻，放入烤箱。上下火180度，烤20分钟，汉堡已烤好，看一下成品。把汉堡打开，放入两块番茄，放一块鸡排，再放上番茄，挤上沙拉酱，放上生菜，盖上。汉堡已做好，开吃。嗯，好吃吧？特别好吃啊！嗯，太香了，把虾点上，来，把虾一起吃，还有很多。